在办公室里的小姑娘都没有对象，我就跟他们炫耀一下。嘿，小妹妹，你有对象吗？说你喂，美女，你有对象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就对了。喂，你别打人。Hello， 美女，你有对象吗？你走吧你。你们没有，我有啊。我和帅哥老板在公司谈恋爱，全公司最帅的男人被我抱走了，爵士吉他女同事，你们一个都没有。快走快走！当我用夹子音跟老板说话，宝贝，一会儿要开会了，怎么了？你别碰我！你喜欢的。哎呦，你别跑！回来。哎呦，哇，宝贝，痛，吹吹。冷了冷了，吹吹吧，吹吹吹吹吹吹。哎呦，谢谢老板。哎呀，快走开！阿西吧。